烦人的东西又来了。哎，这都意味着呢，接下来还是一段西河大鼓啊。这回给大家演唱的呢是刘鹤春，他呢会给大家唱一个比较传统的曲目了，《苏三起解》。罗老师不多介绍了，有请刘鹤春。今天呢，是第二次跟罗老师合作，头几天唱了一段《隋炀帝下扬州》啊，今天再次合作啊，这个罗老师大伙都很熟悉，是著名的曲艺表演艺术家，德高望重，我很尊敬罗老师啊，罗学华老师，这是他的中文名字，英文名字叫詹姆斯·罗学华，确实是非常的棒。很荣幸跟老先生合作。今天这个段子呢，可能比较冷门，叫《苏三起解》，但是在这个京剧里边啊，哎，老唱《苏三起解》，可是这个曲艺里边这个段哎，很少有人唱。今天呢，就给您唱这么一段啊，唱的好了或者是不好了，您各位多做自我批评，谢谢。您多提宝贵意见啊，我做自我批评，谢谢您。有请贤师，咱们唱一段《苏三起解》。Yeah.
七岁上武昌门学弹唱，老鸨儿响逼天打坏七八戒，枉受了十年风霜雪。来了个
就把我接，是指望到他家二房做妾，哪知道后他有个皮氏夫人半世绝，外面结交一个无惧，他与那无惧有了勾结，大街上买来了断肠散，用计害死了员外爷，这本是奸夫就把本夫害，人命的官司就往俺苏三身上贴，红红线做女奸八个半月，到如今人命的官司尚未了结，太原府公安道苏三起戒，此一去十有八九把人头切，想当初在院中颤抖四起，现如今身带着枷锁站在十字街，想当年形成苏氏轿车九十人力，现如今寸步难行一溜白鞋，六月里形成天气暑热，身上的罪衣擦了多半截，再言来就把张老伯叫，咱二人到哪里前去安歇。就算说张老伯我走不动了，张老汉说，苏三呐、你来看离此不远二里之遥可就到了太原府了，这半路之上无有店房，咱们二人到在太原府再做休息如何呀？苏三说，慢说是二里之遥，就是这一步莫我也走不动了。张老汉说，那好吧，既然如此，你来看，虽然老汉偌大年纪须发皆白，我就是背也要把你背进这太原府。苏三说，有劳老伯了。张公道把腰随，背起了苏三李娥眉，两膀站立迈老腿呀、抬头看日落昆仑天又黑，远看城楼高三丈，近看彩绘楼拱飞，一个多头骑兵一堆，护城河内河崖户打鱼的小舟来回的推，张公道背着苏三打城进，就听见在城北叨叨叨三声大炮在震雷，在头前跑开了四十八匹对子马，马上将将英回跪着手手提大刀里找煤，几对板子几对棍，金花月符有铜锤，在后边上拿刀歪歪把儿红罗伞，下找八台绿罗围，叫内坐定一官长十八九岁少英魁，原始乌纱头上戴剑绣花袍身上背，腰中系着风情玉粉底上说雪统飞，我们来两哪一个来两那，高三公子十八回眼边光，夫妻二人要见面。三堂会审，那一回。